天正念圈友对上的是南方射手，是安康高中的郭天鹏选手。就进行一个比较强度的攻击，都非常的积极。同时也麻烦高中的你们有事，没机会。那南方选手差一点有机会有压制红方选手的那种可能。南方选手试图，刚刚南方选手刚刚是试图做红方选手进行什么样的攻击？他进行一个抓单脚的攻击。但可惜没有成功，不过也还是把对方推出了场外，没错，然后让自己先得到了一分啊，比数来到了一比零，由蓝双选手领先。时间剩下最后的一分十秒钟，双方选手现在处于一个比较僵持的状态，上半场时间剩下最后不到的一分钟，有机会。两方选手在防守上面是相当的谨慎，对，红方选手还是试图找到机会进行攻击。哦，蓝双选手反应很快，抓住一个红方选手的单脚，然后现在进行了一个背控，得下了两分。就是做滚敲。对，有没有办法机会成功？有，一个。有没有办法再做一个呢？有。现在比数已经来到了7-0，再做一个滚敲，来到了9-0，再做一个比赛就即将结束。机会成功的有。哇，比数直接来到了11-0，恭喜南中选手，非常的开心啊。南中选手直接以11-0高分获胜，恭喜南中选手。